大家好，欢迎收睇今季嘅好味道。如果大家中意煮嘢食嘅话，就不妨揿翻个订阅掣。我哋每逢星期三同埋星期五都会有新片上载到 YouTube。今集我会教大家做豉椒炒鱿鱼。咁我哋讲一讲啲材料先，有鱿鱼、蒜头、豆豉、紫天椒、干葱同埋辣椒。芡汁嘅材料有生抽、老抽、蚝油、绍兴酒、水同埋粟粉。片尾嘅部分会有食材嘅份量，大家亦都可以去翻我哋个网站嗰度睇翻个食谱，根据自己嘅需要作出调整。咁我哋而家讲一讲个做法。豆豉加入清水浸15分钟，辣椒去籽，再切成角，将紫天椒切丝，干葱去皮，再切成角。将浸好的豆豉切碎，蒜头去皮，切成蒜蓉，在碗入面加入豆豉、蒜蓉和紫天椒，将材料捞匀。在一只煲入面将油加热，直到冒烟，再淋在蒜蓉豆豉上面捞匀。在一只碗入面加入清水、生抽、老抽、粟粉同埋一半嘅绍兴酒，将材料捞匀，将鱿鱼嘅内脏清除，再将鱿鱼嘅牙同埋眼搣走，将鱿鱼须切件。再在鱿鱼桶上面切一刀，然后将鱿鱼的软骨搣出来，将鱿鱼紫色的层衣搣走，将处理好的鱿鱼浸在一盆清水入面，再用斜刀在鱿鱼的身上面切花，然后将鱿鱼切片，将处理好的鱿鱼放到煲热水入面煮15秒，将鱿鱼浸到一盆冻水入面，然后沥干备用，用大火起锅加入适量的油。放入辣椒爆香，再放入干葱爆香，将材料兜匀，然后放入蒜蓉豆豉兜匀，再放入鱿鱼，将材料兜匀，再加入剩余的绍兴酒炒香，将材料兜匀，然后就可以加入预先准备好的芡汁，将材料兜匀，最后再加入蚝油兜匀，就完成开上碟噶啦。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者意见，都欢迎在下面留言。如果你知道有朋友中意嘅菜式嘅话，就记得帮我哋分享出去。你的支持对我哋嚟讲真系好重要噶。咁我哋而家再讲一讲材料嘅份量啦。大家可以暂停咗个屏幕，或者揿翻下面条 link 去翻我哋个 website 度，呢个 QR code 咧都可以去到嘅。
如果你喜欢这条片，就记得给个 like， 有什么问题就记得在下面留言，还没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记得按个订阅键，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